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光沙龙。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咧，点样用爱同和平咧嚟到面对现在，创造未来嘅。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嘉陵发展基金嘅总干事罗乃轩。咁乃轩，你同一班嘅学者啊、牧师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做辅导嘅人咧，都曾经有段时间咧喺呢个天马公园个缓冲讨论区咧，即系同一啲喺参与当中可能情绪有啲少少困扰啊，或者好想问人倾下偈嘅人咧。即係有好幾晚嘅時間咧，大家坐喺度傾下啦。可唔可以分享下少少點解你哋想搞呢樣嘢？究竟有咩用意？嗱，即係我自己，我都仲好記得嗰日，即係一班牧者啊、社工啊、或者大學嘅學者啊一齊傾嘅時候，就覺得成個社會都唔係好理性去討論，即係一講唔同意見就冇得傾噶啦。咁啊，於是其實主要就係張達明講師啦，佢話佢唔係教授啦，咁啊發起，咁我哋即係同佢傾嘅時候就發覺我哋好需要，即係呢個城市好需要一個空間俾大家，所以一個叫緩衝咧，我諗係喺心靈上邊嘅，即係需要安慰啊，或者即係需要有人幫俾個膊頭佢啊，同佢傾下偈，我哋叫心靈支援嘅。咁至於討論咧，就真係平心靜氣好好地傾，你唔同立場咧，大家會尊重。即係我自己覺得喺嗰，我唔知大概數咗幾多日啦嚇，你哋可能 check 翻都有成個幾禮拜嘅嚇，裏邊咧係真係營造到一種氣氛咧，係好多唔同意見嘅嚇。我記得有啲建制嗰啲都嚟喎，支持嘅，咁啊喺台上台下又有，咁其他啲人有啲想大聲啲，其他都話唔得，我哋要理性討論，咁啊變咗咧嗰個討論嘅氣氛咧係好點講啊，係好平和啦，冷靜咁去傾，大家但係反而好冇先，因為初頭好似最第一晚就唔係太多人啊嘛，係後尾先多啊嘛，係後尾先多。我諗其中一晚我在場比較多嘅就係嗰日有警務處嘅助理處長、前助理嚇鄧厚光先生喺度，咁啊我啦有個文。應該是民建聯的，總之是建制派的，那也有些臨床心理學家，那當然是張達明，我經常叫他張教授，那他就主持，還有他自己都分享，那晚的氣氛我自己覺得，我們到12:30，那個麥克風沒有電才完的，是啊，但是主要是單向去講，還是一個可以做的，雙向的，就是我們講一下，那他們又問一下東西，咁啊，而啊助理即係前助理警務處長就直情最初就開個麥俾大家，你有啲咩問咁啊？咁我當時仲寫低曬個嗰啲問題，包括啊警察可唔可以用胡椒噴霧啊？有冇咩準則啊？即係咩叫做非禮啊？即係問咗好多嘢嚇。咁但係即係佢就用一個方法就係話，即係其實大家問嘅嘢咧都好 valid 嘅，好合理嘅嚇。不過又帶大家從第啲角度，因為佢自己去過美國受教育啊，咁佢亦都承認咧，即係我哋警察都會做錯嘢啊。咁我覺得啊，即係台下當然你話都有一兩個零星啊，即係鬧兩句咁啊，係啊，咁啊 walk out 咯。但係佢冇造成好大嘅騷動嚇，咁我都覺得嗰個氣氛都相當唔錯嘅。但係喺啲幾晚裏邊有冇啲特別令你覺得印象深刻啊？難忘啲嘢。我諗即係幾次嘅分享咧，完咗都會有啲人唔同嘅人同我傾偈嘅嚇。咁有啲人好無助啊，你好難想象個無助。係原來好多人都想做啲嘢，即係覺得個城市咁樣，但係我又唔係贊成，我又唔係反對，咁我可以做啲咩咧？咁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喎、居然有啲。咁亦都有啲咧係教會即係有分裂嘅。他們覺得教會的牧者沒有提這件事講台、他們不是很滿意，來到這裡就我們的牧者就找我們談，我就跟他說你不要因為一件事、牧師表不表態或者怎樣表達、你就離開那間教會，即我覺得反而應該更加愛那間教會、讓你的聲音，即我們慢慢去彼此的感染、可能教會有時都要反省，因為即放出來但第二天我都要講道，即我一開始講，你可以對呢件事冇立場，但你唔可以為呢件事祈禱，即你當佢好似當冇發生過呢件事咧，咁、你就即弟兄姊妹嗰個感受你就完全處理唔到啊！即喺嗰個情況裏邊嚇。係啊，即我自己覺得祈禱一定要做嘅嚇。咁至於喺個講壇度，我知道有啲就叫做政教分離啊咁。咁但係我譬如我自己就要去講 talk 嘅。講親自託嘅喺呢啲時間，我成日都以為應該唔使啦，咁原來照樣發生。但我去到咧，我每一次都問我話
你的感受怎樣、嗯嗯、有些離這個佔領區比較遠的家長、啊、即 那些我更深刻一點，因為去緩衝區那些就、未必那麼 emotional 的，原來即可能很激動那些未必來了、啊嗯啊、或者搞笑的望望不對路又走了，有些平和一點、嗯、但反而我出去的時候呢遠啲嘅家長佢就會話擔心嘅喎，哇！咁你擔心咩？佢話擔心個仔聽日考試啊，咁原來同佔中無關嘅。咁、嗯、但係咧近佔領區嘅間學校咧，我最近去咧，咁我話你感受點啊？佢話不知所措。嗯、我話點解啊？佢話香港已經唔係我再認識嘅香港，好、多嘢都變咗。跟住就失聲痛哭。嚇、嗯！咁、我見過有啲媽媽拎住個麥，我問佢 How do you feel？ 你感覺點？佢係。一拎住咪講唔到，後來先知咧，仔女喺曬裏邊，佢點勸咧都唔肯翻返嚟，咁又係另外一啲嘅，即係真係憂慮嘅嘢嚇。亦都除咗憂慮之外，亦都可能因為意見分歧，個關係受到好大嗰個損。通常阿媽咧就係個中間人嚟嘅，我識嗰啲就唔會好激烈嘅。阿爸反對，阿媽咧就和事佬，即係左右逢源。咁但係就最慘。是啊，咁佢就唔出聲，嚇佢唔出聲，代表佢唔知點出聲，咁、啊唯有喊，嚇或者喊都唔敢喊，嚇、我其實喺我哋機構都有啲祈禱會，發覺係一個好好地方，即係佢夠膽講出嚟，佢連講都唔敢講啊，嚇即係驚引起更大嘅誤會，咁有個地方俾佢講，俾佢喺度喊。即係呢個係我接觸㗎啦，咁當然有啲接觸就話啲阿媽鬧啦，咁可能有另外一類嘅，咁但係我接觸有好多咧，我覺得而家啲媽媽都幾文明嘅，亦都幾開放嘅，即係佢，但係始終阿媽就係阿媽，就係擔心啊，係啊，爸爸就反對你，即係覺得你哇呢啲即係阻住佢揾飯食，咁咪鬧啦，但係媽媽就唔係，都啱嘅，你追求民主都好嘅，但係媽媽真係好驚你有事，嚇。但又不敢說出來，老爸實鬧的嘛，兩公婆又吵架、我想是這個情況，但我想即是面對這些即這麼複雜的那個情緒呢，即我覺得如果我們只是停留在這裡的話呢，可能大家都真的不知道香港跟著怎樣走下去、我想現在很多關心香港的人都想問跟著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走呢，即沒人可能給到答案，但起碼呢我們都要問我們自己究竟可以做些什麼事去即係走前面嘅路咧，或者一陣翻嚟我哋再即係傾下咧，即係喺而家呢咁複雜嘅社會環境裏邊咧，人同人之間嗰種撕裂咧，我哋點樣去修補，同埋我哋點樣咧，即係去幫助自己咧，能夠可以即係坦然地咧去面對即係好多未知嘅一啲嘅將來。咁啊，一陣翻嚟再傾過。